阿姨，等一下我来喝腊八粥。今天要剁腊八粥，啊，<笑>别忘记了哈。大家好，新的是腊八节，你们都喝腊八粥了吗？老话说得好，过了腊八都是年。明天正式开始过年倒计时了。哇，我想起来都高兴啊。<笑>所以今天早上跟梅姐起来去买了好多食材，这里还有包好了。 下个星期一样了，熬一锅腊八粥，跟村里老人小孩分享了，一起乐乐闹闹的过的腊八一新年。下午人家来喝腊八粥哈，好，你都吃饭了，得吃早饭了，等下午了哈，啊，老地方，老地方，哎。 哎，回来了！东西都买齐了吗？拿，都买齐了呗。有什么多？这么多。哎，我的花生也不差不多了。哇，辛苦大姐啦！哎，我们给大家今天看一下我们准备什么。这么多啊！绿豆、红豆、果园、百合、燕麦、红枣、黑米、薏米、芸豆、莲子、小米、花生。 有了红豆跟绿豆，整个要十样配料，寓意十全十美，万事周全。好了，正在给拿去煮去。来喽！哎呀，哎，吴建宇，啊，水烧开了没有？哎，水烧开了，你可以放凳子了。哇，两锅水都开了，剩下材料有点多，所以准备两锅。好嘞，现在开始放。 倒莲子、绿豆、红豆、薏米、花生，好，现在开始给它搅拌一下。哇，这个是闻到香味啊！先把它煮到这里。 先把那个果园大姐跟梅姐一起剥一下。爸，我来剥果园啦！哎，我吃瓜子。你们都剥这么快了？动作这么快啊？有那几个给你的？都剥完了。我最后一个我抢来了，还有一个。嗯，打电话来了。喂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来下来拿。吴建宇。啊。给我下去搬一点东西啊。哦。 好嘞，拿好嘞，好嘞。哦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了。谢谢谢谢，阿姨，等一下，人家拿喝粥哈。好嘞。啊，老地方哈。好的好的，那谢谢你了。好的。嗯，好，拜拜。等下来啊。好的。哦，好的好的。现在冬天这里煮正在煎，多买一点，大家一起吃喂。一煮一个小时，现在把剩下的调料放下去。 开始给它搅拌，好了，再给它小火煮烂就好了，再把盖子盖一下。哎，好嘞，你们多吃点。 好丑啊！我说怎么在外面闻的好甜的味道？好的，那我们挂在砖去了，装到哪去装？用这个呗。哦，这个勺子我都有点怕，装不下了呀。 小心点，不好抖了两下，是这样。抖了，抖了，哇，一大锅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小心点，你们两个。哎，这里子别忘了，龙门，麻烦你把我麝香石栗子装起来，拿进去分喂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小心哈，我先下去了。
你们俩小心点哈。省下去，去里面一点，再把这个也放。我们去谢罗梅庆房子那里啊，他刚好那个工地的演训时间。去给他们。罗梅，来来，给电琴啊，修房。哎呦喂，来来，爸爸就来，小心。买好了，等会等。看到妈妈的店。妈妈是比客气啊。那。一晚上听不到。哎呦。给喂，这咬起来的这那个。那师傅。这个也装一点吧，好吃。那那那，给他再吃过没有？还没谢，我说你们要是点心，我去给你们带过来。来，谢师傅，你给他放一点的。来来来来，去。来来来，那边。去试一点。另外另外。那没关系，没什么客气。去试一点吧，去吧。来，这个装一点给他吧。他得吃。还有这梨子，谢谢哈。你要点呢，你来当那个罗梅给你们放了哈。那如果他给他也不拿了。哇，这么好啊！给你摆到我跟个。啊。李队，小梨子。啊。你放口袋了吧？谢谢。塞口袋了吧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麦穗，你拿一点，小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咱们也弄一点去。瞧瞧。谢谢嘞，来来来，快来。去放边上一点，去试一点呗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要用筷子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要用筷子。我用嘴巴。勺子用完了。勺子用完，只能用筷子。这个在哪里啊？我给你装。下口袋了，那个张姐去，你我在路上吃。阿姨，哎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说爸爸吃。今年一年老爸都吃了。是啊，好快又一年了呗。你帮我封一下。谁用？好吃嘞。啊，在路上，又人家上了嘛，真好，嗯，真好喝。开过来的是吧？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说的是山高山啊，龙凤胎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谢谢。龙凤胎，龙凤胎，啊，谢谢，肯定是有一个。龙凤胎，龙凤胎，肯定是龙。我叫我看龙氏礼貌这么好的，爸爸出来，开灯了喂，好，他在那。那是骗人，好，那那那，又放完了，客气不客气？谢谢叔叔，你今天真有机会嘞，有机会吃的。叔叔阿姨们，今年腊八粥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希望我们，希望我们的幸福、快乐、健康都分给大家。明年你们抱小孩，我分。我来抱宝宝。我来，没事没事，拜拜，谢谢。